哎呀，大香王，说完这个屁股给它摘了，把它给洗一下，因为你看里面会有点蠢，有点沙。怎么样，想不想来一下？给你们来一锅。哎呀，还有三杯肉，对吧？大扇贝，哎呀，三包扇贝肉，鱿鱼脖三包，蛏王两包，炒个辣椒，炒个什么的，我跟你讲，很哇塞的，你明白吗？章鱼须就是那个章鱼的足，两包，花甲肉，花甲肉炒个鸡蛋，炒个辣椒，很哇塞的，又下饭，两个酒这些包到家。然后我再给你送两个金元宝，再送两个金元宝回到家切成片炒一炒。哇，两个得来喽，进港了，进港咱们就直接整上一锅，喜不喜欢吃？哇，今天特意把这个爆头我没拿来卖，我直接给它做了。哇，这爆头大，还有海洋虾，哇，还有蛏王，你看这些蛏王龙没了。哎，在你们那边吃不吃得到这一锅？哎呀，来点老干妈，哎呦，有点多。老抽，我跟你说，做海鲜别放盐，这个是醋。哎，多放点醋它不会酸，你知道吧？来点生抽，哎，这么一做，哎，你看这颜色好看吗？哎，我那个，哎呀，关键你给个双击。我们呢不是说只吃这些，还有凉菜，就是这个龙须菜，海里面的蔬菜，你知道了吧？这是辣椒油，这是一包，一包的量应该吃不了那么多，有一半就已经，有一半就可以了。你看，一包的话你可以分两顿吃。哎，来一点。哎呀，稍微来点醋，哎，来点酱油，这么一拌呢就好了，你知道了吧？哎呀，这个龙须菜呢，凉拌的必备品，嗯，够够了。一包拌两次，一包，两包。三包，今天来吃点好东西，你看，还有小鲍鱼，哎，也算舍得吃了。八爪、鱼虾、虾脖，就是你知道吧？哎，那皮皮虾它会扎人。扇贝，这种小一点的我们自己吃了，大一点的我们拿来卖。哦哦喂喂，我去，哎呀，一般小一点的我就自己吃了，其实也挺香，对吧？也挺美的。哎，来点醋，来点酱油，感觉上再来点老干妈是不是会更爽？扇贝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一粒扇贝肉在你们家里多少钱？扇贝肉，想不想吃？嗯，想吃我也给你们来上一锅，来不来？来一锅哈，嗯，给你们来一锅，嗯，扇贝肉三包。鱿鱼脖三包，哎，章鱼须两包，蛏王两包，花甲肉炒鸡蛋炒辣椒两包，两个酒，再送你两个金元宝，再送两个金元宝切成薄片炒来吃给孩子。不少人呢也想像我一样来上一锅，我看也可以，
爷，我给你们来上一锅。鱿鱼脖三包，扇贝肉，蒜蓉粉丝扇贝肉，都是没有壳的，也给你来上三包。城隍肉也是没有壳的，也来上两包，但是回到家要把它给抛开摘洗一下，就可以炒来吃了，明白吧？章鱼的须、章鱼足两包，哎，花甲肉。炒鸡蛋，炒辣椒，很香哦，可以试一试。12包，我再给你来上2包的大型元宝。哇，这么一大锅，想不想吃？想吃来呗。哇，蘸点这个汁，哇，已经咽口水了。嗯。滚滚滚烫，麦螺比海螺好吃，海螺又有骨胆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没有。干杯！哦，我靠！换了粉丝蒜蓉，很香啊。嗯，喜欢吃海鲜给个双击。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扇贝肉他不知道怎么吃，扇贝肉包饺子包包子都合适，你要放在烧烤店里面放点粉丝放点蒜蓉这一粒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后面呢，这里面呢是那个海草跟那个海带，你要是包饺子的话呢，你就把它摘掉就 OK 了，剩下的非常完美，对不对？哎，包饺子呢很合适，但是我喜欢用芹菜韭菜，哎，炒着吃。你看只要是鲜的扇贝肉它都是这样子带丝状的。嗯，所以说哎呀很棒，喜欢吃吧。嗯，喂，给个赞你们。这个是那种赤贝，看到吧，就是哎，像个小公鸡似的，像吗？很像啊。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吃这一点点，在家里面哈，可以拿刀切成一片片的，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，所以就那么回事吧。哇，真可以啊，搞我。肥呀。我靠。扇贝肉，看到吧？嗯，好久没有吃肉皮皮虾了，扇贝肉。哇，扇贝肉炒菜是吧？放点辣椒。有的会说：“哎呀，我要去这个去那个。”没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说。你要说这个黑的这个想去的话，你就这样子给它一摘，看到吧，把它这个一去就可以了，剩下的多好啊。新鲜的扇贝肉我跟你讲，它都是这种丝状的，你知道吧，它这个肉是成丝状的。哇，老美老美啊。小龙虾，这么大点，小龙虾，这么大点，一比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什么辈分？
真的，这我都不知道，对吧？哇塞！哦，这个过瘾吗？哇，想想不想吃？想吃不想吃你就说吧，反正我是想了。看不到毛衣，哎，小包头，小包头，你说拍晕了是不是会很香？嗯，哎呦，有大米耶，看这大米多不多，就一点点，你看这大米包，嗯，这样就看，你看大米包，哎呦，你看，嗯，还有没有了，就这个，嗯，大米包好吃，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多也很香的，你知道吧，啊，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爆炒，哇，多吃两碗饭，你知道吧，关键你对屏幕说一下，你看会不一样，今天来吃一下好东西，你看还有小鲍鱼，哎，也算舍得吃，八爪鱼虾虾婆就是，你知道吧，小一点的我们自己吃了，大一点的我们就能卖，呼呼，喂喂，我去，哎呀，一般小一点的我们就自己吃了，其实也挺香对吧，也挺美的，哎，来点醋，来点酱油，感觉上再来点老干妈是不是会更爽，哎呀，炖它个几分钟就 OK 了，十分钟吧。好了，哇塞，这是小蛏子。哦，我靠，这么胖。哦靠，嗯，咱们要来一锅，这海参有点硬，我给你们来上一锅哈。我跟你说，扇贝肉，然后龙虾尾，哎，章鱼须，这章鱼须啊，这不是那个鱿鱼须啊，这家伙是大家伙，这个是蛏王，这个是蛏子，哎，蛏子肉呢，这是蛏子，是蛏王，可不一样，这是好东西，花椒肉炒辣椒炒鸡蛋。我跟你说很棒的，99块钱，大驴背，哇，二回，哎呀，就是，粉丝带子肉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这就出专门出个带子，这就是带子肉，哦，哎呀，啊，你看。这里面全是好东西，对吧，粉丝袋子肉，喜欢吃给个双击行不行，哇，哦，你看这个扇贝肉还没有做熟，一会儿它就熟了，来点粉丝，来点蒜蓉，那才棒，关键给个双击行不行，好嘞，开锅，哎呀，这一大锅，这就是那个袋子肉，看到吧，哎，就一点点，我这一点点很香啊，像个腰子一样，缺点粉丝，来点大蒜就好了，
兄弟们来一份尝尝。来上一单尝一尝，现在夏天呢，对吧，拌个凉菜，来上一个吧。哎呀。